按了我的门铃，我终于从和前中苏醒，紧张兮兮对你说一句欢迎光临。我是一号，全场观众都离席，剩下我还在原地寻觅，耳边听着谢幕的歌曲，走不出去。谁闯进我的场地，却让我措手不及。耀文呢，之前是弟弟，现在是弟弟，现在是妈妈啊，啊，以后也是弟弟，越来越好，是吧？是很可靠的。我跟谁变得亲密，谁逐渐离我越近，是吧，耀文？耀文吧，你相信我。曲终人散，却写下不会结束的结局。